Hey, good morning, Liam. Hey. It's your turn to make the hard work. I wish you good luck. Thank you. Thank you. 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Bye-bye.哎 ，hello hello， 我上一次来我们的时候啊，吃了一个东西叫做菠萝包，太美妙了，特别棒。我现在要去这里了，来，朋友们跟我来。吃下去第一口是桃肉带给你的酸甜和冰爽，是甘纳许带给你的丝软和顺滑，白巧克力可以给你的香甜可口。想想在你想象里有个我想象你，你好，我是刘宇宁。那做厨师和歌手，那相同的地方又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两个相同的地方都是让所有的人去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。如果有时空机的话，你会对另外一个自己说什么呢？我想对那个时候的我说，感谢你在做厨师的时候还没有放弃你的音乐梦想。